天生我才必有用，老板说这错才不多用。我很好奇，每天重复着说欢迎光临，到底算不算是一种才艺？我很着急，还要重复着说欢迎光临，多久才能得到一点尊敬？最讨厌这个社会太不公平，最讨厌老板活像个神经病，把自己当皇帝，把员工当奴隶，没事乱发脾气，有事不见人影，自以为了不起，谁谁两大道理，谁不知道你有的只是运气？所以你去死吧，别再说一堆屁话，仿佛全世界的人都要在意你的想法。所以你去死吧，别再当我是傻瓜，你害怕没人知道你是王八。王八。